是梦的起点，不怕输才是必要条件。当泪水折射出了光线，一瞬间，这瞬间只好沦陷。别去理会那些道理，我的字典里永远没有放弃。第一百零一次站起，只因为我还剩下勇气。再说我顽皮，不是我叛逆，复合不是目的，骚人说声对不起。就算我在梦里大声哭泣，也不会去计较汗水泪滴。永远记住不要失意，绝对不要轻易放弃，记得用尽全部力气，才能让自己奋力冲到第一。释放我内心里的那个小宇宙，没有错，你看到的那个就是我。想我不会让他擦肩而过，再次遇见你我绝对不会错过。 Yeah, that's right, peace and love。 要证明真理，别假装失意，人生不是那选择题，回不到过去就勇敢前进，脆弱都留在黑夜里。要感谢结局，就坚定权利，有梦可做的人永远年轻。一直的相遇，未知的轨迹，我的输赢谁能决看这边，巴斯蒂扬先生。Bienvenue, Monsieur Bastien. Bonjour, enchanté. Comment allez-vous? Les journalistes sont tous là. Très bien. Prenons une photo. 好，来看这里。来，马上。巴斯蒂扬先生，对，举手。保持微笑。哎，好的，好，很好。您看一下这里。好，谢谢各位，谢谢。好，谢谢啊，谢谢。巴斯蒂扬先生，非常感谢您能担任我们临水美食节的评委。这也是我的荣幸，让我的女朋友也来参加美食节，你们不反对吧？我们反对。你怎么在这儿？工作。放开！松手！你放过我吧，你这样死缠烂打是没有用的。你走吧，不要报警了。毕伟，我们七年的感情，就比不过一个老厨子吗？上官妙然，咱们俩早就完了。现在除了互相拖累，什么都没有了。我想不明白，他哪里比我好？啊？他哪里比我对你好？就因为他是个厨子，会做个点心。毕伟，你想吃什么，我买给你啊。妙然，我以前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经常能闻到一股樟脑球的味道，那是我发旧了的味道。可是现在我和巴斯蒂昂在一起，我觉得我自己就像他亲手做的布丁一样甜。你没发现吗？你已经很久都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了。我想要的不过就是一个爱人亲手做的布丁而已。布丁？好，比威，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学。你喜欢布丁，我就学做布丁；你喜欢个厨子，那我也可以做个厨子。我们走吧。我说到做到。上官先生，不知道您是打算以什么方式来跟我们酒店合作呢？您看我们这个美食节啊，每年都举办得特别隆重，而且啊，请来了很多外国嘉宾，还有一些记者啊、媒体啊，他们这个餐饮啊、住宿啊，各方面都是有费用的。我包了。而且，哦，您包的话，整体这个费用方面，您要不要先了解一下？不必了。啊？啊、哦，一切听您安排。看来这个美食节啊，我也参加不了喽。哎，一定要参加。为什么呀？我们答应过的老板娘，说帮她参加美食节，我们要说到做到，这是一个男人靠谱的作风。小舅舅，说的对。大家想帮我呀，我心领了。但是，这座套苏糍粑的材料用完了，这明天都美食节了，我们拿什么做？做不了了。套苏的材料用完了，我们做新糍粑呀。新糍粑？对呀，新糍粑。做什么口味的呀？嗯，他们这儿的人口味偏咸偏辣，咱们做个解腻的，用水果虾。嗯，投其所好，肯定猪肉梅干菜啊。一招鲜，你怎么哪儿都用这个呀？做糍粑你能做个猪师傅吗？霓虹暗厨子懂什么叫甜品吗？怎么着，人身攻击啊？攻击你怎么了？我决定了，做甜的，做咸的，做甜的，做咸的，做甜的，做咸的，做咸的，做咸的，做甜的，做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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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做。别跟我撅嘴啊！我最烦别人撅嘴。我乐意。你乐意？你还敢？好了好了好了，两种都可以做。嗯。就做甜的。把这拿了洗去。好的。凭什么你们这边有水池啊，我们这边没有？小楼可以用，你不行啊。你是什么果子？这个，这是本地的果子，叫刺泡，就是覆盆子。哦，我尝尝。什么材料做啊？我们这可厉害了，顶级的黑猪肉，罗记山猪肉，这个龙头菜，这俩组合在一起呢，叫飞龙在天糍粑。其实就是升级版的猪肉梅干菜。哦。见色忘旧是不是？九九，你太夸张了。来，你过去。来，过去。
太好吃了，这是什么神仙糍粑呀？这个肉跟野菜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缠绵徘徊的感觉，就好像一只小黑猪在山野之间奔跑。太好吃了，嗯。 甜糍粑失败了，我早就跟你说过，甜的行不通，你也别一意孤行啊，尤其是点心师，要听大家的意见，尊重大家的口味。不是，我的意思是，这甜的吃腻了吧，应该吃点咸的。 这咸的吃腻了吧，也应该吃点甜的。你懂点心吗？你根本就不是个点心师，你有什么资格来评论我？你别生气啊，我跟你开玩笑呢。你是不是觉得做点心特别简单？做点心不是我强项。我来找朱玉坤是要学手艺，是要做出更好的点心。你来找朱玉坤干嘛来了？ 你不就为了比赛那点奖金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我作为一个点心师，追求更好的味道，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我？你们怎么又吵架了？小舅舅，你别欺负花蕾姐。哼，我说也说不过她，打也打不过她，我怎么欺负她？ 小不丁，啊，我们走。哦，来了。这味道可以啊，这还不满意。
题出在这蜂蜜上，甜的有点俗气了。怎么回事啊？啊，他真是疯了。Qu'est-ce qui est écrit？ 这上面是我和他的名字，还有永恒之爱，现在变成了美食节的名字了，真是太好笑了。好了，en effet。谢谢上官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来了。欢迎，巴斯蒂昂先生，欢迎苏小姐。这是什么意思？哦，您说这个横幅啊，这个上官先生呢是这次美食节的赞助商，所以他拥有冠名权。上官妙然，我建议你不如还是去看看心理医生吧。我这样做只是想让你感受到我的心意。我们不进去了，我们走。再等一小会儿啊，马上就好了啊！好。小龙，嗯，来值班。哎，你们的值班呢？我们都不做了，用你们的吧。花蕾姐，你做的甜糍粑很好。嗯，我总不能把不完美的东西端上来给客人吃吧？你们赶紧做吧。你这是啥意思？尝一口。你让我尝，我就尝。哎呀，你就尝一口。莫名其妙，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呢？让你尝你就尝呗。什么叫我不知好歹呀？你是不是过来来这笑话我的？你们的做成功了，我的没成功，你信不信我打你啊？怎么样？是那种轻易放弃的人吗？拿好啊。
好香啊！确实。今年的新糍粑。哎，谢老板。这个行，要不来两个吧？确实。还帮我多加点料，老板再来一份这个。哎，老板，我先帮马嫂了啊。哎，谢谢啊。李晨啊，有点意思啊。为什么帮我？我就是想看看你，到底能不能做出来好东西。那你现在满意了？嗯，不错，可以。谢谢你啊。嗯？诺，你刚才说什么？没听见，算了。不是，你要谢我，你正式一点谢我，你别喊我一句。干活去。你是不是刚才说谢谢我？大家扫码付款啊！谢谢。来拿好。我来一份。您拿好。给我来两份。拿好。谢谢。来一把。您尝尝。Merci。巴斯蒂昂。味道怎么样？蕾蕾，他不是你在法国的那个老板吗？是他。谢谢。挺好。啊？这是咱们家特。花蕾。主厨。你真来了。找到他了吗？ Vous êtes là pour le chercher aussi? Bien sûr que non. Je ne suis pas comme certaines personnes qui sont assez stupides pour renoncer à leur avenir et veulent retourner en Chine pour apprendre la pâtisserie chinoise. Je suis ni toi là. Ni au chan chan khan ma. Eh bien, j'avoue que ce dessert oriental a un goût très intéressant.C'est doux et collant à l'extérieur avec l'écorce saisissante de la sauce framboise à l'intérieur. Je dois vous avouer que je trouve ça très rafraîchissant. Et puis le mélange des épices, il y a du poivre, de la noix de muscade et vous avez aussi mis du sel rose de l'Himalaya, n'est-ce pas? Vous êtes incroyable. Vous avez tout dit. Le miel, c'est la cerise sur le gâteau. C'est un arôme doux avec une odeur particulière de plante. C'est très original.C'est ça le dessert chinois que tu veux présenter? À peu près. Hey, ni hao. Ni hao. Please.这个很不错，味道很浓郁，肉质细嫩，别有风味。是是，怪我们呢。巴斯蒂昂先生，您觉得今年的糍粑谁家能成为优胜者呢？我最终的结论就是，这个是最好的。哦，恭喜恭喜！Attendez, ce n'est pas parfait, mais pour ce festival.C'est déjà très bien. Me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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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i.Où est-ce que tu as trouvé ce miel? J'aimerais beaucoup en acheter. 我还真不知道这蜂蜜是什么。哎，何贤，这什么蜂蜜？这，朱师傅，朱玉坤。这是黑水中蜂的蜂蜜，是黑水县独特的产品。朱师傅，我就知道您一定会来。朱玉坤。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嘿，
风，小偷，有小偷！朱小峰。别跑！哎哎，我的车！哎，是我的车！哎，这边。追！师傅，别动！朱师傅，朱师傅，师傅，哎，这边这边，大夫，快！哎，驾驶员出去啊！哎，先出去，先出去啊！在外面等一下啊！我要砸小偷，但那个人把小偷给推开了。朱师傅，就用脸把车给接住了。我不管你是砸小偷还是砸谁，朱师傅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你跟我来什么劲呢？哎，大夫怎么样了？伤者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但是人还没醒过来。我们怀疑啊，他颅内可能有淤血。但是我们条件有限，没法进行检查和进一步的手术。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尽快转院吧。我再紧急处理一下。Allez, comment va-t-il? Toujours dans le coma. Laissez-moi payer pour ces frais médicaux. Merci. Qu'est-ce que tu fais? Tu ne veux pas que tu prennes l'argent, tu veux voler? Le voleur est moi qui l'ai attrapé. Ses choses sont moi qui les ai prises. Tu fais quoi? Hein? Tu ne peux pas être ici pour faire bon.这钱你不让他出，你出啊？随便刷，刷就刷。这黑卡能透支好几百万吧？那真需要帮忙的时候，帮个忙啊！和我有什么关系？不是，那不都因为你吗？要是不是因为你，朱师傅能被砸伤吗？那自行车是谁扔的？不是，自行车那事儿不重要，咱不聊这个。危险的条件是你创造的，危险的环境也是你创造的，所以你要负全责。这个时候你跟我讲道理是不是？咱应该讲一讲人情。我烦着呢，你离我远点行吗？行，我离你远点。哎，你女朋友身边那个是她男朋友吧？哎。
他怎么跟巴斯蒂昂走一块去了？你认识巴斯蒂昂？哎呦，我知道，米其林甜品大师吗？十年前，有个点心大赛，要朱师傅不退出的话，他根本拿不了冠军。点心大赛？是啊，你这情报行不行啊？十年前，世界点心大赛的决赛上，法国点心皇帝巴斯蒂昂对战中国面点传奇朱宇坤，所有人都认为百花争春更胜一筹，朱师傅赢定了。但是谁也没想到，宣布结果之前，他离开赛场，宣布退赛。对不起，各位评委。啊，这怎么退赛了？是啊，是啊，为什么？好歹看状态不好。你说巧不巧？十年之后，朱师傅跟我们一起参加比赛，对手还是巴斯蒂昂。真的？真的呀！我小楼、朱师傅，我们仨一起一定会赢的。走，给朱师傅转院。啊？苏州医疗条件好，所有的费用我包了。爽快人，你能成大事，走。谢谢你啊，护士。啊，不客气。怎么哪儿都有你这坨垃圾呀？你怎么来了？听说你把我师傅带回来了，真是臭味相投啊！垃圾分类都分到一块儿了。朱师傅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呢？你带这是什么意思？你的是个屁！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想护着谁呀？俩花圈，一个他的，一个你的。你个人渣！哎，你别动手啊！我录着呢，我现在录着呢。你有手机，我没有手机啊！来对着录。哎，你这我，哎，你谁呀？你干嘛呀？你，医院里面拿花圈，想死吧你们？你们解决。谁？你小子！哎，干嘛？动手是吧？不是你动手是不是？快点，快点，你动手，别动手，快点，是不是死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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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你要干嘛了？快点，快点！住手！您来了。你过来。装什么装？没完了是不是？哎，蒋总，您说。拿上你的东西，赶紧走人。我来看我的好师傅，不行吗？不行，不许你看他，听见没有？听见没有？蒋总发话了，别闹了。小子，没完啊！这事儿。他是谁？万宝阁董事长，朱师傅的师傅，蒋勋。暂时没什么大的问题，他现在还没有醒过来，是因为脑中有淤血，但可以不做手术，慢慢就吸收掉了。好，他随时呢可能醒过来，但这种情况很不稳定，不能受到任何刺激，不然会导致再出血。知道了，谢谢你啊。不客气。
江总，您听我解释一下，虽然朱师傅他是我误伤的，但确实是个意外。你出去。江总，您听我们解释。要我叫保安吗？小飞，宇坤，你醒了。朱师傅，小飞，宇坤，这儿没有小飞。他不是小飞吗？你认错了，他不是小飞。小飞，小飞，你过来，你过来，小飞，你别生爸爸的气。小飞，你过来！你认错人了。过来，他不是小飞。小飞，小飞，你过来呀！小飞，你过来。宇坤，你快过来！小飞，你不要生爸爸的气。爸爸不应该砸了你的单车，不应该丢掉你的滑板。你不要生爸爸的气呀，小飞。你别生爸爸的气呀。你叫爸爸啊！别闹了，已经很久没叫爸爸了。快醒醒吧！你不要生爸爸的气啊！你快点叫爸爸呀，小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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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跟我出来一下，好啊，你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啊，哈，乘人之危，认个便宜爹。您看着呢，他不撒手，我有什么办法呀？走。别让我再见到你。我走可以，但是我把朱师傅带回来，咱得聊聊比赛的事儿吧。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啊！人家都成这样了，你还提比赛的事儿啊？不是，这是两码事儿，你不能过河拆桥吧？你自己把桥弄断了。我告诉你啊，他有个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啊？朱师傅，怎么样我都负责，但是他儿子小飞呢？这么长时间了，对他爹不管不顾的，现在住院了，人都没来。你住口！你知道什么你？小飞他都不在人世了。真没想到，小飞早就不在了。这小飞到底是怎么死的呀？蒋董没说。朱师傅是不是因为这个心里才有阴影的？应该是吧，但是也不敢问呢。你看蒋董那脸色，谁敢问呢？问多了，那不得觉着我别有用心呢？小舅舅，你说咱们不去找朱师傅，他就不会这样。现在我们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呗。他今天不让咱们参加比赛，明天让他们开着豪车来接咱们参加比赛。真的吗？真的，天无绝人之路，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不，你什么意思？小舅舅，我们先解决今晚住的问题吧，我们没有钱了。好，我有办法了，走。小舅舅，我们怎么办呀？你还想不想在这住？想。想你就听我的。演戏演全套。演什么戏啊？哎，小龙啊，你可太可怜了！哎呀，跟舅舅在一起，没吃没喝，没地儿住啊！舅舅苦了你了。不是你们俩来这干嘛呀？我们俩怎么就不能来了？
还看你呀、啊？你看我们俩多可怜的，可怜可怜我们俩得了。可怜的人我没看着，可恨的人我倒是看见俩。你能不能有点人情味儿啊？我们在一起这么久，都是有感情的。再说了，这以前是我们家呀，这儿现在是我家，赶紧走啊！哎，蕾蕾，蕾蕾，花蕾小不丁，小舅舅怎么办啊？还有别的办法吗？没办法，只有这一个办法。嗯。好可怜呐，跟着舅舅没饭吃，没地儿住，什么都没有啊。蕾蕾，小楼他们实在是没地方去了，而且要不然我们就收留他们吧，大不了让他们打工给我们换食宿呀。你呀、啊、总被美色诱惑。哎呀蕾蕾，我说的也没有错呀，你想你这个新店开业那也需要有人帮着的吧，而且装修也需要有人盯着的嘛。小兵，我可怜苦着累着没关系，我不能让小楼苦着累着了吧，你可怜可怜他吧，行不行？蕾蕾，帮帮他。小兵，有完没完，告诉你啊，就今天一晚上，明儿自己找房子住去。哎，我去我去。来了，天若有情天亦老，见证道士，快进来，是沧桑啊！多谢女侠出手相助，我们找着地儿了，即刻搬走。你怎么来了？我找你有事。是否还屹立在你我心中？我知道彩虹出现是因努力感动天空，也知道未来荣耀是依靠从始至终。流淌着龙的血脉，该是英雄的气概，追随着赴汤蹈火，未来是这执念还在。这一场与时间看谁快的比赛，被期待，被责怪，被伤害，被世界淘汰。黑夜与星空相拥，爱愿全部清空，迎接明天晴空。促使我们轻松面带笑容，黑夜手指向天空，无论何去何从也要气势如虹，只有梦想还在就能谱写未来。失败多了会不会换来成功？不知道理想是否还屹立在你我心中？我知道彩虹出现是因努力感动天空，也知道未来荣耀是依靠从始至终。流淌着龙的血脉，该是英雄的气概，追随着赴汤蹈火，未来是这执念还在。这一场与时间看谁快的比赛，被期待，被责怪，被伤害，被世界淘汰。未来。